台湾歌友大家好，今天很难得来到福建省厦门市石门区采访到当地的强豪，也是台湾兴业集团大陆总部负责人林群益先生。台湾歌友大家好。那么我先介绍一下他们歌社的位置，处位于黄厝村，又称为赛歌村，可见这里是他们进翔赛歌的重镇。那么我们先来谈谈你个人接触养歌的起源跟一个过程。首先是小时候因为家里附近有人养鸽子，就喜欢上，然后就陆陆续续从读初中的时候开始养，养当时只是很普通的比赛，然后开始养曲，然后后来又去当兵回来了，才正式进入这种歌会组织的大型比赛。那你正式参赛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2000年。那当时刚刚比赛的时候，你的成绩的表现是怎样？刚开始比赛的成绩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就是偶尔有入围，偶尔好，偶尔坏，起起伏伏。后来接触到台湾的兴业，他们的养鸽理念让我感觉说，这个养鸽子不是像我们以前接触的那种手法、养法，还有种系都出入很大，改变了很大的观念。那是接触台湾兴业是2007年，因为机缘巧合，朋友介绍他需要来这边办厂，刚好来租我的厂房，厂房上面养了一些赛鸽，然后我就看他们的比赛，配种。饲养过程发现他们的理念真的是比我们这边好很多了，就是他们进入专业的一些养法，然后就开始跟台湾兴业去合作，在厦门这边打比赛。那你们从2007年开始正式合作？ 对, 對。那么正式合作的一个模式是如何？当时主要是以台湾兴业的总歌为主，因为我这边的总歌相对薄弱，台湾总歌那边已经实行了他本族的歌子。都是已经在台湾赛的成绩蛮不错的，然后就直接让从台湾引进到厦门这边过来。哦，总歌是他引进到这边。对对对，在比赛厨是以古龙制的。那在技术方面呢？技术上面刚开始最主要还是以台湾兴业刘龙山设定他们指导为主，他们生意上有时候需要回到台湾，我们这边有主要的跟我们配合很久的那个吴教练两个人一起合作，所以说有的平时养以我们教练因为沟通已经很久了，一直配合已经6、7年了。养赛鸽他以他为主，同时进入比赛的时候调养啊、用药啊，我们两个人互相协商。因为教练同时接触鸽子的时间更长，他对鸽子的个性很了解，更充分。那鸽子需要再进一步训练或是需要休息，大家沟通好了才进一步做下一步的计划。因为这个不能太忙碌。那在你们合作之后，是不是有提升整体的比赛的素质啊？提升很大，以接触了台湾兴业跟他合作以后，发现毕竟台湾的进入职业化30多年了，他们的观念和种系、养法各方面的训练，给鸽子的这种理念，真的是一个质的飞跃的，跟我们跟平时以前接触的观念真的是天壤之别。从合作以后成绩，不管是当时我们大陆的单关比赛，或是这近几年的多关比赛，都成绩上好，留在我们这边还可以啦。那你们合作以后，你们的进翔成果可以介绍一下？2008年是在这个狮林科技杯，从320公里到500，然后700都在前10名内录了很多。代表性的是700公里，700公里当时是。最好成绩是4名、8名、10多名、20几名，路上了700多，因为当时这个700公里算是2008年那个赛事算厦门最大的一个赛事。那700公里是我们这边最长的距离？对，这几环里面是最强的，很多强手都在里面比赛。那你们有没有对于什么季节会比较擅长？这几年因为进入这多关赛事了，也不是说绝对优势啦，就是说我们鸽子养的更比别人健康一点，机会相对会比别人多一点点，有一点小运气了。冬赛3关4关多关制这几年还算成绩还蛮可以的，养有时候也要需要一点小运气的。可不可以介绍你们现在目前在使用比较好的鸽型？早期因为从2007年下来就是以兴业的主要的模型还有金币号这些的子弹，在台湾已经海峡入翔多关发挥过的鸽子，它引进过来以这个为主。近几年也引进了不少的国内外的鸽子，也引进了美国的
戴恩福特一三年也引进了欧洲的白色闪电代理的，近几年都有参差的在买欧洲鸽子，然后本地赛好的鸽友，我们在拍卖场真的他的成绩相当理想，我们也会适当的引进了几头。那么像我们经常入闪的鸽子，它有没有什么特性在？一般它的鸽特性，我们就喜欢朝代比较好的鸽子，朝代就是说它挺亲近人的，伴有朝代的欲望相对比较高一点的鸽子。然后第二，它的特性相对会在朝向里面落的比较高一点，个人观点，因为这种是我们自己的领域这样子，它落的比较高一点，然后它朝代照早用高一点，给它定为选手鸽，重点培养。那养鸽之后，对于你个人有什么影响？有，这养鸽真的对我影响很大，很多娱乐，特别是去一些不良的一些嗜好，这些会相对改掉很多了，因为没时间晚上去。跟人家交陪啊，只能说为了养鸽子，明天要训练，我们要早睡早起，生活相对变规律多了。那在你比赛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难忘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多冠制，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感觉说，这批鸽子我们养得已经很健康了，是，可能今年成绩会很好，自己心底下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感觉、感觉不错，可是有时候也会反差。有一季像2014年的夏季，本来就是说感觉这批鸽子信啊，跟教练啊，本身我跟教练沟通啊，跟股东沟通都挺不错的。鸽子感觉出来这批鸽子我们的胜算挺大的，可是在后来因为自己的一些观念和贪欲吧，可能想更好一点，想更好，把这批鸽子。最后成绩不理想，对我们来说比较不好的一件事了，可是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有时候也掌握了尺寸，我们一定要边赛边学习的，也不是说绝对说，感觉好就什么都忘记了，不能急于一时。2014年在另外一个夺冠三关的下来冬赛的，然后我们吸取在前一次的教训，在上面上基础上面，我们在冬赛这个成绩基本上一个志得如意。就这两个反差了，反差就是说我们还是感觉养鸽子也是有时候真的要学习的，不能一直固有化。有时候天气在变化，赛事在变化，我们有时候要在进步，也要跟着进步，也要跟着进步，不然会被淘汰。有关于赛鸽的管理就是教养训到比赛这个阶段可不可以介绍给我们知道一下？佩龙开始，因为我这边主要是我跟我们的教练吴教练配饰两个人在配合。配对的过程中，他们会以历年呐、比赛出了好成绩的鸽子的配对，我们会适当的保留，不会随便给他拆掉，因为他已经里面有鸽子老了，然后适当的每年适当的引进新的或者新的种鸽，从新的赛鸽作为新的配对，做一个接地性的，我们做一个接地性的，再找几个配对下来，还是以每年有入场多的鸽子为主。来生小鸽子，要配对之前，我们整批种鸽整理得很健康。以平时的调养，我们一般一年那个配对是在生两对以后，春季了，在农历差不多在三月份，我们已经停止配对了。停止配对，这个鸽子已经调养可以说调养了十来个月，周期性很长。而种鸽还有我们的种鸽的空间很大，鸽也是养的不多，这个鸽子很健康。然后平时管理不会把那个鸽子养过胖，因为种鸽在平时没在配对的时候，在跟小鸽子去养鸽子的时候，不能过胖，过胖鸽子会产生很多疾病。上手感觉过胖，我们适当减一点药，需要维护的药品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尽量不用抗生素，用一些保健的，对鸽子没危害的，对肝脏没危害的一些药品。配对之前会一个月多前之前会大整理毛细孔取虫去到这边整理一下肠道，不够健康、不够强壮的鸽子，我们不会配对。在这些配对，我们有没有选择说什么系配什么系？这么多年下来，以魔星、金币，魔星、金币这边的鸽子，主要它里面也是布拉克三分只要好，适当的已经几头融入在我们里面，一旦融入成功，也是一个激励的。一旦成功了，我们就会知道哪个品系配哪个品系。最主要的根基还是以早期的模型或作为基础鸽，因为模型对鸽子适当的吃骨性很好，耐翔记忆也可以，回巢率也够。比赛距离在700公里吧？对。那在训练上我们是如何去运作？在小鸽子交乖以后，然后前期我们
自由飞翔，因为我们的周期性比较长了。之前我们不会说太强硬，小个子的时候不会太强硬的，让它强制飞翔。是，因为在进入强制下笼的之前，强制下笼，下笼之前的两个月，我们会做一个舍外强烧，除外做飞行。哦，就射超的意思就对了。射超这个周期会早晚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这个因天而异的。哦，低气压啦，或是大暴雨等会做一休息啦，不一定会天天如此的。这个周期管一般会做一个月左右，然后就进入陆性，会先短距离的陆性，就在因为我们厦门是一个岛屿城市，对，四周都是海，在岛内可能我们四周会先一二十公里的。放个三五次，让它适应这个下笼的感觉，熟悉这边海域的方位，然后才会出岛。啊，出岛以后就50公里，这边再进个两三次，看整批的状况怎么样。如果行，我们就往上进。啊，如果天气真的很不行，我们不会很强势，因为周期性我们相对很长嘛，有一个训练的周期有一个多月嘛，是慢慢上。步步为营了，太恶劣的天气乱放，有时候鸽子会丢失率会很高，这个没必要。在外面看到我们有专门的训鸽车嘛？对，这个就是专门在训练我们的鸽子。对对对，这个训鸽车就平时有时候也要驯鹿之前，我们也会做个动作了，让它适应这个。哦，先适应。这鸽会的比赛鸽笼跟这个形式一模一样。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狮民训鸽协会参赛？因为狮民训鸽协会在厦门乃至福建算一个比较规范、比较公正的鸽会，会员长老比较多了，很多长老都在赛厦门狮民鸽会，所以说这边的竞争还有他们的理念已经进入像你们早期的台湾的陆翔的多关赛事，已经算他们接触比较早，其他的鸽会都保留了单关赛事，因为多关的没有运气可言了。单关的赛事可能有运气成功，多关的有实力，总鸽实力啊，平时操练鸽子的养的健康度，很多方面很多因素才有达到最后达到多关入围的鸽子。多关赛事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挑战性。那么你对于往后我们有什么规划或是有什么展望？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还有整个养鸽子比赛的平台也蒸蒸日上，是现在越做越大，然后比赛的人的组成实力越来越强，希望这个市民鸽会还有我自身也好，向台湾的赛事学习，多关赛事这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参照很方便，厦门又是离台湾很近的一个平台，太多外地鸽友来这边比赛，毕竟竞争很大，我们也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要求要更严厉点，不然竞争会被这个历史舞台淘汰掉。对对，我们也有危机感，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这边的主持人员都是一些30多岁、40来岁的，都是相当多，他们的理念进步很快，也很学习。那年轻人那养起来是相当厉害，厦门这边很多歌友很厉害。那现在在这里比赛的歌友，他的年龄呈逐渐往下。都很年轻化，那就是表示这边的发展会空间蛮大的，空间相当大，都二十多岁也很多，30多岁了，还40多岁了。这边第一，他也有经济实力；第二，他们也有好的观念。这只鸽子本身是在我们厦门700公里5000多米的冠军，2011年的秋季比赛700米的冠军。这只鸽子父母亲来源于台湾的多关赛制，他的父亲来源于一只。当时在新月歌厨比赛，一只15分钟的时机和5分钟的19个，两只配下来的进军鸽子。然后他的母亲也是一只多关的赛季鸽，他的品系主要是以魔星配上中野的鸽子，里面有包含了黄布利安娜的鸽子在里面。他具备了长距离的特性，他的个性是相当好的一只鸽子，抓在手上他有一个很温顺，归巢欲望很强的一种特性在里面。他本身2013年也出了市民鸽会的多关赛制海陆杯的13名，一个29名，这个鸽子育种能力相当高。这一路鸽子包括他的姐妹鸽，2014年他的一只妹妹生了市民鸽会的三关赛制的中额2名。这只鸽子是一语母鸽，它主要血统来源于金币的子系。这只鸽子自己的成绩也相当理想，早季在我们这边相当难得，都是乙季，它本身的归类的23名，然后第二关整位前面的情况下，它也归巢，
后来我就留下来做总。他的代表的子代，一四年有一支是狮林歌会，一四年的东赛第一关的单关冠军，啊，这成绩啊，然后综合三十几名，这个歌词相当理想，他的遗传性，然后他生的子代有很多名字，一二十名的挺多的。这支灰鸽子白燕的，这本身是一一年综合冠军，两关的综合冠军，单关第二关单关是压季军，综合起来是冠军。这鸽子主要的血气魔星配三减四的下代，它本身它的下代，它本身生下来的下代也路上了很多多关的好成绩，综合多关好成绩。这一花鸽子，它本身是土尼尔配盖比，是来源于欧洲的鸽舍比赛，它是几万里三趟，距离在中长距离，得到好评，是综合起来是综合冠军，一一年的当年幼鸽特比在欧洲。这鸽子本身生了下代，从去年开始发挥，头年没有发挥，第二年开始发挥，发挥了在我们这边多关东赛的比赛中过程中，得了单关冠军，综合四名。这个鸽子现在已经列提升为总鸽。大家好，这里是刚才那一只白色闪电，但是那里挂了欧洲鸽子一年那一只的直接侄子，本身它的成绩是一四年东赛三关，第一关72名，第二关冠军，第三关20名，综合四名。他现在是列入，今年我给他列入我的总歌，能进入培养，因为这个鸽子的个性方面相当于是肌肉也相当发达，骨架也相当强硬。这只鸽子本身的血统是魔星配后来引进了一只卡迪尔，我们大陆所叫的卡迪尔，中长距离710公里的冠军的直系的下代。这只鸽子本身是参加狮林科技杯的比赛，这只鸽子的当时的比赛是从300、500、700三趟它都有入围，但最后这只鸽子又上了，我们那时候有个传统的赛事，有个800公里，我又上了一次，它也归巢，也在几十名内，名次不是很好，可是这个鸽子综合实力相当强，后来我就给它列为总鸽，想不到它的下代发挥相当优秀，很多近代的近几年的很多鸽子都是跟这个鸽子有关系，都是它生的，或是它的爷爷生的，它儿子生的，像生的刚刚好。